文具店，原色小红，信纸、云彩纸、书面纸、大字纸。其实文具店里各式各样的纸，第一次看见皱纹纸彩虹，大家只是七嘴八舌的讨论着。大家好，我是皱纹纸彩虹。一身的皱纹就是我们的特色，没有了皱纹，那还是我吗？真的吗？那要怎么办呢？只要把你夹在身体里面，几天后就可以。